我觉得挺好的。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啊？我之前想的都太复杂了。我觉得这样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是最实际的。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？你以为我亲你啊？我还没答应你呢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答应我呀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脸皮这么厚？哎，我爸说了，是男人呢就别怂、别退、别磨叽。哎，你不再聊会儿工作了？我不跟你聊了，你只会耍流氓。哎，说的没错，我就是流氓。